连党拢好啊，家具啊哪会拢无？啊，因为你毕业才久，也无去找头路啊啦。厝边演员加上好笑的台词，这是北港剧院服务站第一届用影片的方式向大家宣传精彩活动，让民众有了全新的感觉。那以往都只是透过一些纸本的海报宣传，或者是广播系统，那感觉还是蛮多人不清楚有这样子的活动。对，那想说借由这样短片的拍摄，可以让更多青年可以可以在 FB 或是一些网络行销部分可以转载。好，让更多人了解。要找到宣传效果，对于第一届制作影片的北港剧院服务站来讲，是拄到不少困难。内面演员也拢是服务站人员，临时拜托亲戚朋友出来支持。现在影片成功伫网络得到热烈回响，也让服务站继续推出第二支影片。从那个 Visa 那个广告的创始，那因为蛮多人拍摄过的，所以我们想说，那我们就结合北港的特色三太子，然后加入这样子的演出，可以带动我们北港的一些大家的热血青年过来共同参与这样子。北港剧院服务站8月25号这场大型的精彩活动将会在北港高中礼堂举办，预计有19间厂商超过500个工作，民众除了来找头路，主办单位也准备不少趣味的活动。像那个我们最有名的蝙蝠馆啊，还有我们一个金湖的发展协会，都会有一些现场活动给大家参与。那主要是说，现在我们在 Facebook 上有一个叫做“家好家”的那个按赞的活动，然后请各大家如果上 Facebook 替我们按赞的话，我们会准备一个精美的小礼物给大家。然后在8月25号现场当天，我们会举办抽奖活动，然后再给大家一个惊喜的礼物。还没找到头路的民众，不妨8月25号来北港高中试看卖，就要服务站也欢迎有问题的民众打电话来询问。记者李克山，陈报道。